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r. 马马老师。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人工跳弓 Spiccato 以及 Spiccato 要怎么练习。首先 Spiccato 人工跳弓呢，我们要在我们的弓去划一个 U 型，自然的去落在弦上。我们来试一下这种声音，发出的是一种非常有颗粒性的声音。然后我们用的弓段呢，大概是在弓的三分之一左右，是我们的弓的平衡点。我们来试一下。是非常短，然后是带着跳的这种声音的。然后我们在用这个滑 U 型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大臂去动。这个大臂的肌肉呢，能够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这个弓去走这个 U 型的形状。并且呢，我们在拉的时候可以先从 D 弦开始去练习。练习的时候要有不同的速度去练习，先从慢，然后再到快，这样去练习。那我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C 大调两个八度的上行音阶。那我们在练习 Spiccato 人工跳弓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要在音阶当中去练习，然后在空弦上去练习，用不同的速度去练习。你们学会了吗？